呢度就系我哋建设新村嘅文化站啦，亦都系我哋居民所称嘅小花园。小花园系我哋建设新村老人家最中意去嘅地方。从小花园隔篱嘅呢条街穿过去就系建设新村嘅市场啦。睇下呢条街上面卖啲乜嘢。我哋建设新村嘅市场已经重新开翻啦，而且呢间市场重新装修过冇几耐，而家入街市全部都要扫健康码，真系难为咗呢啲老人家。跟住就带大家同我一齐逛市场去买餸。其实都是可以两个月。
肥嘅咧，肥少啲嘅咧，肥一斤啦。有冇放啊？这个。几钱？20蚊。啊，而家降价啦。降咗好多啦。肥色车款3.5元。我喜欢分享我在广州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啦。今天都买了不少东西。